喜欢的人不年轻了，我也是，但他不管干什么我都支持他，他出唱片我买了听，他拍电影我就跑去看，但时尚圈真是让人看不懂，我喜欢的女星他们的造型一个比一各有特色，今天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凹造型的吧。李宇春近期因为明日之子这档节目又火了起来，用音乐和创作炸毁俗艳的标签，这些年受到时尚圈的宠爱，高挑的身材和独特的高级感在国际也颇有知名度，最近大胆穿起婚纱，一向穿衣偏中性的她换上婚纱以后变得这么唯美，不得不承认她的高级感，穿黑色鱼尾裙在阳光下凸显她玩的曼妙，身姿露丹间她的设计加上荷叶边的点缀，透露出女人的温柔和优雅。杨颖 Angelababy， 杨颖作为当下最火的女星之一，混血容颜让人过目不忘，拍起杂志来一点都不胆怯，身穿银色亮片裙当众与蛇共舞，宛如一个统领世界的女王，身穿黑色吊带裙用小树枝装饰素雅的妆容，清纯美丽，手拿金色小蛇，这是平时柔弱的杨颖吗？杨颖也是实力会玩的，直接剃成三寸头，穿红色纱裙躺在浴缸的样子像极了叛逆少女的模样，春夏影后新贵春夏还跑到沼泽地来凹造型，后期 P 图并没有多惊艳，带有浓浓的乡村气息，汪曲优登上桑拿大片，整个人躺在一个蓝色的大缸里，露出半张脸，还是蛮拼的，旁边的红色小红帽造型像个小魔女，